这个答案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不同想法。那我觉得今天你如果说是一个一般人，我今天我想创业，那我一定要具备要有什么样的能力？我个人觉得重中之重的一定是他有一颗非常坚毅的心，就是内心要够强大。不管遇到任何问题，不管遇到任何困难，他不会选择逃避，他会选择面对。当然其他的话我们可以来谈一下，比如说他有没有一个目标，就设定目标的能力，我觉得很重要。你创业的初衷是什么？那你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产品？要选择什么样的赛道？所以你设定那个目标要很明确，因为你自己都不明确，你怎么去带领手下的人？所以我觉得他有设定目标的能力。再来就是说他要有很好的眼光，比如说我看准这个商品，因为其实做一个创业者，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他要有能够预测下一步的能力。比如说，我觉得明天，比如说台积电会涨，那这是你的眼光；或者是，我觉得，未来可能房地产会怎么样，或者是股市怎么样，或者是比特币怎么样，或者是他可以预测这个产品在未来的5到10年是一个很大的红利期，所以他跳下去做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创业者必备的三大能力。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创业还需要哪些能力，如果你有其他的需要创业具备的能力，我们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。